我知这个我反正我就记住这一个，家里不做生意嘛，做生意有的时候就资金链会断啊，就突然断这一阵儿一点招没有，然后我有朋友就过来跟我说这样吧，我把房子卖了，哟啊，说这钱你先用着，我就记住这句话。这事儿你还记着呢？这事儿你还记有你什么事儿？咱们几个从小到大每一个人啊，想好啊，你是主动的去交朋友，还是我不拒绝但是我也不主动，还是说我拒绝交朋友，我不拒绝不主动。对，大多数咱都这样，就没有说主动的上赶去交朋友吗？主要我还是看这个，就是这个人，假如咱们俩是第一回见，看你有没有眼缘，就聊得来聊不来。我是近二年比较喜欢交朋友。没有，人家这条问题是针对你的。哦，针对我。对，人家说了，说周九良老师看着比较老，比较老实是吧？对，老实、哦、老实，就是他的行为状态啊，一切的一切，给人感觉特别成熟，甚至超出年龄的他年龄的这种成熟。那么，你如果遇到同龄的朋友，你会有共同话题吗？有，比我小的共同话题还不少呢。我怎么不信呢？真的你跟我，你看啊，你跟我就是三十多的甚至四十多他都能聊，五十多六十多也能聊，这我都见识过的。所以你一般都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同龄的聊一些这个传统文化上的。因为我俩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我刚认识他那会儿聊人生，就用聊刚进七队那会儿、啊、我听不太懂，这也算是我领导啊。谁是你领导？半夜我在家里刚吃完饭，我因为都说他身边没啥朋友，打电话那什么，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家呢，吃饭了吗？我就看着我的饭，没呀、啊，没吃，怎么了哥？你出来陪我吃个饭。哦，没有，我说走吃饭去。我去了，你开车来接我，到了又吃，也是就两瓶啤酒。啊，那我还猜对啊，就聊。聊人生，大家都唱过歌，都发过自己的歌，我就想问你们会不会恬不知耻的在 KTV 里唱自己的歌？这我经常是有时候发过歌搜索不着。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还特意给这个 KTV 提过意见。有的搜不着，主要是画面那个 MV 我们俩没录过 MV， 是一个别的 MV 录在上面。哪个曾无兄是吗？对，我就这一首歌，就那一首歌。我不管跟谁去唱歌，如果大家选择合唱，我觉得合唱完很有气氛的，还能大家拆分完有和声啊，什么都有的，还得能唱。算你狠，我们老唱这个，啊、就肯定是必唱的歌了啊！算你狠，什么水手？哎，水手对你来说是不是老点儿这歌？我就是来园子之后，我才开始听这首歌，就是嫌咱们老。是嫌你老，这面相上看，现在就你是这样。情歌王都会唱，情歌王还不好唱，谁能唱谁就接走，就这样啊。对，这是对的。大海，啊，大海也可以。哎，这我贡献一个，那年咱们开年会，听完于大爷唱这《跟往事干杯》啊，就每回姜育恒是吧？哎，对，每回这哥几个一喝多了，也不在乎调，我从来不在乎调，对词儿什么也想在乎，这是在乎不上，最后老拿这收尾。我就看这老几位聊，我告诉你，真是就是发现还是老歌厉害。这跟咱们这行也有关系，继承传统，致敬经典。这组里头可搜集了资料了，人家特意点出来了啊，就是王九龙跟这个老秦，你们俩朋友非常的多。从你平时的这个社交层面呀，还有你平时发的东西习惯看啊，人家说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网上很流行那个社交天花板这个词。四哥、饼哥，你们这都不都属于社交天花板？不是，你饼哥也不是。我感觉走到哪都是，哎，你认识烧饼吗？你认识你四哥吗？我去哪儿都老能听上这两句俩人，真的。那你已经暴露了。怎么了？你平时这那么多朋友局吗？哎，就走到马路上都有人这么说。你认识饼哥？秦霄贤，我认识你饼哥。这个呢，我是这样的啊，秦霄贤，我知道是这样，人家特意备注秦霄贤玩过这个游戏。打腿游戏，每队搭档选出一名成员作为中间的击打者，旁边坐两名其他成员作为防守方，并用拖鞋进行防守。在游戏过程中，只要防守方打中击打者手部，即游戏结束。最终根据击打者持续时间决定游戏成败，持续时间越短的一方则进攻能力越差，需要接受惩罚。
有一队派一个人上来，完另外两个人在这防守呗，是吧？那俩人是谁啊？那肯定你们两两一组。我是他打，下手没轻没重的。那就我来边上的。你跟九零，你俩一人一边，他们俩派一个人打你们俩。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等到你们俩人派一个人上打他们俩。行，好好好。计时，开始。打着了吗？打着什么？打他手还是打他拖鞋？手。啊？你打我干什么玩意儿？一会儿你们都把腿给我露出来啊！我太疼了。嗯好，还真响啊这一下。哎，老秦，你不是左撇子吗？我是左撇，我是张小林。我觉得咱俩现在没有什么存在感。我知道此地有一个小笼包。没听说，我还没打呢。哎，打没打上？这算碰上了，这算碰上我了，算吗？这录着呢，是。2:29。可以了。来，准备，计时。开始。不是谁打谁都行啊。你等会儿，你都不对呀，不对，你没打着你，你打我腿肚干嘛呀？这品你就过不来了。哎，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是冰城甜蜜蜜。打着了，打着了，真解气。你左撇子对吗？对。你说你俩喂他，还让他们俩自己喝吧？行，一人半杯吧。啊，咱别来一整杯了。好，这边还都没了。哎呦，黏糊，融糊。哎呦，又夸我，行吗？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吧。你们哥俩分吧。来，同甘苦，共患难。哦，不行。来，不行，朋友们。哎，这期下班以后下班了。不是，得受惩罚呀。咱得意思意思，咱不如喝完了，咱得喝喝一口吧。你们俩这样，听我的，咱这确实味儿，咱就说咱也别难为他们。这样，俩人一块拿着，一会儿喊干，俩人喝多少都行，抿一口也行，或怎么着。但是你们俩只要喝了，证明友谊就行。来吧，朋友嘛，同甘苦，共患难呀、啊，对不对？来，那给九零一个，拧开了就随时往嘴里灌。我不喝，给他，给他，想多了。来，镜头全部机位对准这二位朋友。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好，预备，德云下班后我们下班了，下班了。呀，哎，哎呦，好了，行了，哎呦，真上瘾。来